不见，恢复你眼睛。很快的，一个星期不见，已经预定了5次了。5次卖出去，这么多？嗯。放松心是吧？挂。挂。干嘛？就你把他儿子卖出去。你说再见，他怎么打他啊？你把儿子卖出去了呢？啊！天哪！这个纸巾谁撕的？是谁呀？他们两个在这里撕。他们两个会撕纸巾呢？对啊。对是谁？不是我，是他们撕的，是你的宝宝。哎呦！